你知道酒鬼花生怎么做才好吃吗？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。花生先用热水泡半个小时去皮，放冰箱冷冻，一碗取出不要解冻，凉油倒入锅中小火慢炸，炸至飘起捞出，油温升高复炸，这样炸的花生才会酥脆。锅留底油，爆香干辣椒花椒，倒入炸好的花生，最后沿着锅边淋上二锅头，翻炒一分钟，出锅倒入盐白糖，拌匀即可。学会这招，隔壁老王来我家又不走了。